两个月以前，我跟一个老朋友碰面，这个朋友是我非常好的朋友，他是电机系毕业的，是一个很优秀的工程师，年薪很高。他就跟他的女儿到我家来做客，那我们也聊得非常开心。就在这时候呢，他的女儿掏出他的手机跟我分享他的照片，他跟我说，他就指着当中一位西装笔挺的可是是陌生的男士给我看，说，阿姨你看，这个是我的爸爸哦。好，请问各位，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我的朋友到底跟他女儿是什么关系呢？这个绝对不是什么撒狗血的剧情啦，其实正确答案是我的朋友其实是一位女性，她是妈妈。我想请问在座的各位，有哪一位当我讲到年薪很高的电机系工程师，你们脑中 浮现出来的身影是一位女性？谢谢，只有一位。那这其实就是很典型的性别偏误，好像在我们的心中都对于性别有一个特定的角色跟期待，那这个期待它其实不见得是正确，也不见得合适，更重要的呢是他可能其实并不正确，也不考量个人的意愿。像这样的例子其实非常深刻的在每个人的生活当中。我再讲一个我自己常发生到的例子，比如说我先是有一个计算电脑用的伺服器，它是计算资料用的，那是我自己家的工作站。可是每次我遇到新的合作的工程师的时候，通常大家问的第一句话都是问说，那是谁帮你架的站？那又或者你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各位男性，当你在路上开车，你遇到不是很熟悉的驾驶人，包括我先生，他不在现场，所以我敢讲他。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说过那个开车的八成是个女的？所以像这样的例子，你可以看到在我们生活当中层出不穷。那心理学家就发现说，这件性别刻板印象很深根蒂固的在我们每个人心目当中。我们一起来看上面这个实验。等一下我要请各位做一个实验，我们在荧幕上呈现一个名词，请你做的事情就是判断它是属于数学科或是属于语文科。如果呢它是属于数学科，就请你按左边这个键，如果是属于语文科，就请你按右边的这个键。所以你看到统计，这个时候你应该会按下左边的键。同样的，如果看到造句，你会按下右边的键。好，我们接下来在下面呢，数学跟语文的下面分别去放上一个男性跟女性。好，那这个时候我请你不必管他是属于男性还是女性，请你继续对他按键就是了，请你判断统计是属于数学科或是属于语文科。所以像这样的情况下，看到统计就请你按数学，按左边的键，如果看到的是语文呢，就一样请你按下右边的键。好，所以在这样的情况，我们就继续做了几个连结，继续做这样的实验。结果心理学家发现说，在这样子重复几个尝试之后呢，如果我们把数学跟语文下面分别去放上好男性跟女性，即便在你不需要判断男性或是女性的情况之下，只要数学下面被跟男性连结，语文下面被跟女性连结，这个时候反应时间就是比相反，也就是数学跟女性的连结来得快，而且这个时间差异可以达到200毫秒钟的时间。这就好像我们潜意识当中就是把男生跟女生做了连接一样，使得女性跟数学连在一起的时候变成一个很困难的作业。好，那因为我自己是脑科学家，刚刚也介绍过，我更关心的其实是大脑当中是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们就用了一个技术叫做磁振造影仪，就是 MRI。 这个机器呢就很像是一部照相机一样，那他做的事情就是拍下你大脑活动的情形，他拍的不是你的外观。脑科学家就让受试者去躺在磁振造影仪当中来做刚刚做的那个作业，结果就发现大脑当中有一个区域叫做前额叶，它很像是一个 CPU 一样的，所以当你做到比较困难的作业的时候，这个区域反应就会比较快，反应就会比较强，然后就很像是 CPU 去运转的特别用力一样。那结果科学家就发现说，当我们遇到数学跟女性像这样不符合你预期的判断和配对的时候呢，这个 CPU 就运转得更用力。好，那问题就来了，这件事情它到底是一个偏见还是它是一个真理呢？男生的数学真的有比较好吗？我们就很想知道这件事情。那所以我们就去看了这个资料。好，那这个是史丹佛大学的实验，史丹佛大学医学院有个团队，他们就去比较男生跟女生在算数学的时候大脑活动的情形。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说男生跟女生的大脑一样，因为事实上他们并不一样。好，那这个团队他们就让受试者躺在造影里面去比较男生跟算数学女生算数学的时候大脑活动的情形，结果发现大脑当中除了刚刚所讲的那个 CPU 之外，还有一个区域它是跟计算有关，它是帮助你认识数字，然后帮你做计算，它在我们的顶叶。那还有一个区域可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叫海马回，它是跟你的学习还有记忆和提取有关。那结果发现呢，男生跟女生在算数学的时候，这些区域男生活化比较强，
但是女生体积比较大。但是这组人他们同时发现一件更重要的事，就是说男生跟女生在算数学的时候，他的正确性跟反应时间其实并没有差异。也就是说，看起来好像男生跟女生是用各自的大脑机制在帮忙你完成一样的表现，像这样的现象。好，我们来看一下大数据，这个是国内的资料。我们去拉这个 PISA 这一项测验，它是一个数学国际性的学生的竞技指标。那在这项测验当中，每四年一次，全世界会有70几个国家的学生共同来完成这一项测验。我们就去翻了当年2018年度国内有15岁学生，共有7000多位学生参加这个测验。那我们就去翻了当年度男生跟女生的差异，如同你可以看到荧幕上的，男生跟女生其实并没有差，只有差4分，这个在统计上并没有达到显著差异。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际的资料，这个是我实验室在今年初所做的文献回顾。我们就去翻了全世界各地的大数据，在这些的文章当中，每一篇文章呢，它都用非常大量的受试者去比较学生在学习数学的情形。这个真的是大数据，你可以看到受试者人数从数千人到数百万人都有。那受试者的年龄呢，从幼儿园、青少年、成人都有。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在没有任何一篇研究当中找到了很明显的性别差异的效果。所以看起来男生数学真的没有比较好，对不起各位在座的男性，你们的数学没有比较好，全世界的资料都是，那国内资料也是。好，那问题就来了，可是大家都还是这么觉得啊，大家都还是告诉小孩说男生你数学比较好啊，那这会直接对孩子造成什么学习的影响呢？好，我们接下来就直接来看这样的实验证据。这个是来自密西根大学的研究，密西根大学团队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邀请受试者，这些受试者呢，他们是对自己数学非常有信心，他的表现都非常好，很喜欢数学，有男有女。其中一半的受试者就告诉他们说，这个测验我们已经做过前测了，在我们的前测当中，数学成绩男生比女生好。另外一半的受试者没有给他们做这样的暗示，结果你看到发生什么事？被这样子暗示的受试者，其中男生表现更好了，女生表现下降了。没有被做这样的暗示的受试者就没有产生像这样子的性别差异，所以看起来好像男生跟女生都表现出了符合自己期待的结果，所以看起来并不是男生学的比女生好，看起来是社会上告诉男生说你学的比女生好，告诉女生说你学的比男生差，最后女生就真的学不好了。这个是国内的社会学者的资料，他们做的是分析的这个也是一项大数据的资料库，结果发现说在国内的这些青少年当中呢，有一个像这样的现象，对男学生而言，如果你更相信男生更适合念理科，那么你每更相信一点点，你选择自然组的几率就增加了 30%。 相对的，如果对女生而言，你更相信男生更适合念理科，也就是你觉得女生比较不适合念理科，那么你选择自然组的几率就减少了 31%。 所以这是说什么？当你有一项科目大家都告诉你做不好，你有可能再去选择它吗？同样的，同一个文章当中告诉我们的事情，他们发现到一件也很有趣的事实，对女学生而言，如果你过去曾经接触一位以上的数学女老师，那么你选择自然组的几率就增加了 74%。 也就是说，如果你可以曾经有机会见证过性别偏见被打破，那么在你身上被这个实践打破的几率又大大的提高。接下来给各位看这个是性别偏见对社会造成了什么更长远的影响，一样再来看教育部的资料库。我们去整理了教育部过去十年来统计性理工科当中男生跟女生的性别比，那结果发现呢，在十年前101学年度的时候，男生跟女生的比例，其中女生只占了理工科的 31%， 只占了三成。这十年来政府跟各界有一直不断的 promote 女生去学习理工科，看起来有稍稍的有斩获，大概到去年110学年度的资料呢，大概提高了 3%。 那这个速度真的很不够，照这样子速度下去，至少要再过65年才有可能达到真正的完全的性别的平衡。那所以给各位看，理工科是大大的缺乏女性的。请问各位工程师，你们都不需要女性的使用者经验吗？你们设计出来的产品，你们研发的产品都没有女性的使用者吗？如果可以有女性的工程师，你们设计出来的产品可以更贴近人的使用经验。性别偏误没有这么远，其实它就在你我的身边。我来自一个很传统的家里，爸妈都是很传统的爸妈。那我弟弟从小就喜欢读三国，他就说他要读历史系。那你可以想象，在我这样的家庭当中，爸妈绝对不会允许弟弟去读历史系。那所以他到高一的时候，他本来成绩很好，那有一天学校就说要甄选数理资优班，那结果我妈就跟他讲说，你就去考考看啊，
反正考上再说嘛。那我弟既然成绩好，当然就考上了。那考上之后，我妈就跟他讲说，你就去读读看嘛，搞不好你会喜欢啊。那我弟就真的去读了，没有想到他读了之后，他变得非常不快乐，他的成绩变得很差。他本来在班上是有机会去进竹数理自由班，到最后变成在班上垫底。一直到联考前一个月，就是我还是联考的年代哦，他是最后一届联考生。那他就在联考的前一个月，他决定说他就要发奋，他就是要读文科。那他就苦读了一个月之后呢，他最后考上了一个还不错的学校的经济系。他兜了一大圈，他本来可以在文组当一个数学好的文科生，可是因为我妈妈用传统的科就限制了他的发展，而使他最后变成一个理工科的不太好的成绩不太好的学生。好，今天跟各位分享这些讯息，我希望你们知道性别偏误它不但存在，而且呢它影响的很深，它影响你的行为，它也影响你怎么做决策，它也影响你大脑的活动，它影响的也很远，它影响的学生怎么样学习自己发展的方向，它更影响整个产业。那我今天我身为一个大学老师，我希望你听完今天的讯息，愿意从你自己开始，不要再灌输你们的孩子性别偏误的观念。我希望各位知道你的孩子，帮助他选择他未来的发展的方向是出自于他的自愿，而不是出自于他的性别。各位同学，如果你学习理工科，那是因为你发自内心的喜欢读理科，想要向往理工科的工作，而不是因为你是因为男生只好去读理工科。同样的，你如果读文科，也是因为你真的很喜欢文科，或者你真的很喜欢人文社会科学，你很向往社会科学的工作，而不是因为你是女生你只好读文科。同样的，在每个人的家庭当中，你的另一半不论他做的工作，或是你们的家事，或是你们家里的经济，也都是因为他愿意这么做，而不是因为他的性别他只好做这些工作。也许只有这样子才能够达到真正完全性别平权的那一天。谢谢。